绅士西装袜合格的长度是？合格的绅士西装袜的长度应该要是裤子稍微往上缩的时候可以露出脚踝的肌肤，还是盖住脚部的肌肤？应该要盖住脚部的肌肤。男人在穿着上能耍心机的地方实在不太多，心机在里面，心机在里面。这个袜子，这个袜子大概代表什么意思？就是骚包。晚间六点，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